将军，前方便是沁河，便是秦军驻扎之地。将军，秦军壁垒已在咫尺，巡哨一毕，我们回营吧。再往前去瞧瞧。 赵军皮将赵嘉，六月，秦军大举攻赵，夺取赵二帐四位。七月，赵军重修壁垒防之，秦又攻其垒，取二位，败其阵，夺西壁垒。即赵军第一道壁垒老马岭，直抵丹水西线。于是，赵之首道防线陷落为秦之第二道壁垒。 各军固守壁垒，无有本将之令，不得出垒应战。谁要擅自应战，无论胜负，一律斩首。报。廉颇将军，敌弱我强，就在本土作战，我军怎么还是丢掉了第一道壁垒啊？秦军勇猛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所以廉颇才不愿正面相拼。圣公子放心，从现在开始。 廉颇保证，秦军再不会向前办。秦军，果真能被当在丹水以外吗？丹水发端高平，长子界山丹竹岭，唯一东南流，经晋城入河，水宽谷深，我军垒地居高临下。北端乃长平关，千古不遇之天险重隘，绵延几十里。此处大凉山。 东北可望过关，西南可见老马岭，右拥定陵泉之水源，且域20里外坐北的寒山，一南一北，如两支天险，敌我态势一目了然，所以嘛，我今若是不出，秦军绝不会擅渡丹水，自寻死路。秦王。 会知难而退。好福不理他，秦王如何应对？只守我一定之规。老请圣公子速回邯郸，禀报我王。赵军壁垒固若磐石，秦军必败无疑。廉颇将军，可有把握呀？有。秦军战与不战，
绝无斩获，且长途作战，供给不足，空带疲乏，必士气涣散，如此定会自行退去，则我赵军不战而胜。我军粮草积养可足，对峙还需多日啊。我方粮草辎重和幕府皆在此南线大凉山，山下左有小东仓水河谷，右有东仓水河谷，趋东北延伸，直指邯郸，可保我军辎重粮草供给。唯有固守此处，方可长久御秦于外。这长久嘛，应该不会太久。秦军长途奔袭而来，能停几日？好，我这就回邯郸，面呈我。长线作战，军需粮饷都远送接济，皆有不利。求援军在丹水西岸扎营驻来，继续叫战。我倒要看看这老贼能躲到何时。诺。爹娘呢？都死了。水经沁水柱引上党纪所在，长平城之左右南北五十余里，东西二十余里，昔日秦赵故垒，今一壁犹存，可见当时赵军廉颇所筑壁垒规模之巨。长平前阵虽初战挫敌，然如今已对峙四月有余，仍久攻不克，诸位有何高见呢？启禀皇上，长平远离我秦境，对阵之敌又是赵国大将廉颇，眼下敌知我，而我不知敌，且秦赵两国本就国力相当，我军虽已派援兵，兵力总数与廉颇的25万不相上下。然赵军强于弓弩骑兵，北抗匈奴作战数日，且廉颇又以丹水为屏，背靠百里石长城做壁垒，易守难攻，攻而不破，如此赵军已占上风。列国见我败于长平，便又蠢蠢欲动，今日便有细作来报，魏、韩、楚还有齐欲趁机合纵犯秦，若我军还执拗于长平不归，恐有危急啊。诸位皆是如此以为？丞相为何不发声呢？启禀我王，臣以为我王心中已有决断，臣就赞同我王之所想，故无需多言。既然我王问臣，那臣便替我王向诸位言明就里。
我秦国与赵国之战是因为上党之争而起，并非天意，纯属偶然。我秦欲霸天下，与谁相争，敌人只有一个，便是赵国。今日困战长平，列国诸侯拭目以待，谁胜谁败将定天下，故只有战胜长平，大败廉颇，这样我军方能凯旋。丞相如此孤注一掷，可有全胜之把握？两强欲霸天下，势均力敌，尘埃未落定之时，岂能言之必胜？然而此次是我秦国自合纵伐齐，攻定燕郢之后，事关国运生死之战，进取博赌之战。秦国能胜则定天下，秦若败则蜗居一方，一统天下之事便只待后事了。丞相所言，只要我大秦举国出征，一决胜负啊。是，这确实有冒进博赌之嫌。然而臣知道，我老秦乃是戎马之族，秦国历代君王黎民血性，一贯主张进取上开拓。所谓进取，就是位置其位而跃起夺之，得则进，不得则蓄力再发。今日我与赵国并立于中原，不强而胜之，被其弱而反被其灭。我王之将有威震四海之武安君，兵有一往无畏的老秦壮士，谋则有我范睢与诸位全力伐交伐谋，虽非豪赌，而是彰我国运，驰骋中原之壮举。好，取酒来。诸位皆取酒。长平之战乃寡人终身所盼之战，今日能得偿所愿，诸位还不与寡人共饮之贺？长平必胜，我王万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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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皇上，客客气气。爱卿啊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臣大不敬，不辞而别，请我王治罪。哎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当初本王听闻爱卿带着魏相跑了，本王甚为着急。后来得知此事原委，乃是出自于秦王之无道，而我赵相乃是高义之人，美名传遍列国呀。皇上不罪微臣，微臣以感激不尽，更岂敢蒙王上谬赞？此番王上召臣前来，臣定将功折罪。好，请坐。想必爱卿已知道我军与秦军对战长平的事。秦军久攻而不退，近日又增兵20万，如今在长平已与我军的兵力不相上下，故本王这次请你回来，就是想让你替本王想一条破局之道。王上想要如何破局？
本王也不知道如何破局，只是本王在想，如果坐下来商议商议，也不至于毫无余地吧。商议？王上要欲求和局吗？不可吧。我赵国粮草有限，长此以往必然不是办法。况且现在本王也不想与秦王决一死战，能和便和了吧。只是王上，既然秦国并无胜算，我军现在又还处于上风，何必要和呢？我与秦国虽然不相伯仲，然现在兵临城下，我赵国又无必胜之把握，本王不想冒这个险，倒不如先谋求和局，养精蓄锐，待日后再战。和与不和，眼下受制于秦王，其已决意破我赵军，我们此时去求和，秦王必不应允。依臣见，不如再谋合纵攻秦。如今两军对垒，他国隔岸观火，如何在此时谋阻合纵？王上要破局，必先设局。何意？王上欲求和局，可王上手中并无秦国忌惮之器，秦国又为何要和？战国之事以利相交，臣以为只有令秦王以为我赵以持合纵抗秦之力，如此秦王才愿与我王面谈和局。爱卿所言极是，只是该如何设成此局啊？如今长平之战，秦军久攻不下，秦国并未占到便宜，故诸国本就窥视愈发，我王只需派遣特使，带上重金，去拉拢魏楚两国之权臣。他们若是收了我赵国之金，秦王自会疑心他们与我重组合纵，共谋抗秦。那时，媾和便成。好。就按爱卿所言去办。臣遵照。如今看来，当初还不如一战。现在秦王增兵，我军与秦军算是僵持在长平了。所以本王才让于兴去求和呀。于卿所实乃是多此一举。如果真能与列国合作，那我赵国还需要和谈吗？那王叔的意思是，如今战局是秦我两军旗鼓相当，若再有魏楚两国与我国合纵抗秦，那不必和谈了。此战之胜者，必是赵国，必是我王。与秦国和谈之事，若秦国有所回应，便大张旗鼓向前推进；另一边再与魏、楚、韩三国密谋合纵抗秦。说是说密谋，然最好让秦国探知，或者我们自己设法令秦国得知，因为这正是我与秦国和谈的谈资。可秦国若真来兴师问罪，我又可矢口否认。如此一明一暗，齐头并进。我有合纵之实，而无合纵之名，或战或和，反客为主。王王高见。王叔，与秦国和谈之事由你来办。诺。于卿啊，本王丞相之位
一直为你留着。密盟合纵抗金之事，就交付于你。臣谨遵王诏。皇上，方才魏国密探来禀报，赵国丞相于清到了大梁。赵王要做什么？莫非又要合纵？我王真是料事如神，定是如此。而且，楚国丞相春申君黄歇也到了大梁。这死灰夫人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便死不干净。必须要灭齐国，方能了之。方才赵王又送来了赵惠伯书，要与我王和谈。丞相，坐。谢王上。他要和谈，寡人便陪他谈。王上，那和谈之地定在何处啊？还是定为宜阳离宫较为妥当。如今赵王自持有三国合纵，长平又未分出上下，那我们拿什么来作为拉锯资本呢？合纵寡人不怕，可也不舒服，要尽快破解。好，那臣回魏国老家之事。不，宜阳之事还是由你来办，与魏国伐谋伐交嘛。寡人再等一人。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是大秦兵士，怎么能经不起这点风寒？你也不看看你多大年纪了。夫人是说我老了吗？你老，我不也老了？都怪我。生个一儿半女，你又不愿再娶一个。夫人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这大秦之中这么多兵士，我都舍不得了。再多一个，我还嫌照顾不过来呢。长平之战，我的时间太长。今天就先练练拳。夫人，你是我的妻，我的妻便也是情人，其余的就算是白起欠你的。熬了早粥，我去端了。
要惊扰了皇上，我在殿外等候。武安君，皇上有主，武安君一来，立即禀奏。随我来吧。启禀皇上，武安君来了。臣白起，拜见我王。将军，坐。末将还未谢王上的体恤之恩。非万不得已，寡人亦不想令你为难呢。家中卓妻也百般嘱咐，让白起代谢我王。他还谢寡人？不快寡人便罢了。王上，哎，寡人说笑。启禀王上，今日长平久攻不下，请王上命末将挂帅出征。大哥，寡人平生最猛最烈一战，又怎么能少了你呢？末将万死不辞。何日出征？先不忙，在赴长平之前，寡人想劳武安君去一趟大梁。大梁？赵王明上欲与寡人求和，暗里却已派丞相于清赴大梁，说服魏楚两国出兵合纵伐我秦国。魏楚得知我大军被控长平，料定我国内虚恐，便又生犬牙，要撕我鲜肉以报当年之仇。为全力赴长平，秦国不可分心，故寡人也懒得与他们周旋。在其合纵之未起之时，便想以伐谋破之，但担任此特使之人嘛，丞相虽为魏人，但又占不到什么便宜，所以寡人便想让你去。武安君莅临大梁城，那魏王岂不胆战心惊？比起丞相来，他更怕你。如此，寡人猜他们合谋大计，又要从长计议喽。王上，伐交伐谋之事，还是丞相厉害。不过，王上让白起去恐吓他们，倒是一条妙计。近日，寡人便要赴宜阳与赵王和谈。你即日启程，在我见到赵王之前，灭掉他们合纵者。诺。启禀我王，列国都已听闻秦赵两国欲和谈于宜阳，纷纷派人送来信函，请求派遣特使前来列席。来，让他们来，让他们看看赵国且战且和，朝令夕改，不可信而助之。诺。
慎公子请。丞相大人请。公子请，天子请，各位请。那边兵戈相向，如火如荼，这里倒是指手言欢，相敬如宾呢。这哪儿是言欢，这是在交战。请。将军，王傲将军。上将军，请放我无忌。岂敢有劳无忌公子亲自相迎啊！在下能够轻迎武安君，也是在下此生之幸事。我王已等候多时，武安君、王傲将军，请。请。公子请。丞相请。丞相请。公子请。公子请坐。好。盛公子，各位特使都请坐。离开咸阳之时，我王嘱咐范睢说，当年贵国赵武灵王亲派车驾，命人将其送还秦国，他才得以登基称王，此恩他一刻不曾忘怀。今秦赵因上党而起战事，若能重修盟好，为我王所切盼，故我秦国愿以罪诚之心与赵国和谈。多谢秦王之言啊，我王已同此心。如今之战只是一时争端，今日聚会在贵国宜阳宫中，赵秦两国结怀和好之意，有何恩怨不可解呀？啊！正如公子所言，而且秦赵之盟好，亦关乎到天下列国之安定，故我王诚请列国特使来此一同例会，共晓此和谈之成果。秦王想得周到啊！盛公子，诸位，秦赵会谈今日开始，诸多细节琐碎而反复，诸位与其劳神作陪，不如每日我两国会谈之后，将成果通禀与诸位特使。如此，本相与公子面会之时，亦可更随意一些，或可更易推进和谈成效。待缔盟之时，我王与赵王皆会来此，一同钦定盟书。到时请诸位特使在旁见证，如此可妥啊？啊！秦相如此安排十分妥帖。好，那诸位请先在，或可先回驿馆歇息，稍后本相会把今日和谈之要务通禀诸位啊。盛公子请。秦相请。公子请。啊，请请请请。王兄，武安君、蒙敖将军驾到。外臣白起。蒙敖参见魏王。
赐座。不，我等武将还是站着舒坦。武安君此来有何事见教？此番前来，外臣是作为秦王的特使，特意来参见魏王。那不知秦王有何事指教？怀疑行秋之后。 贵国与我国结为盟好，自当常来常往，互通有无啊！我王特意让外臣来问候，若魏王有什么难事，我秦国必当鼎力相助，只盼秦魏两国能够和睦为贵。多谢秦王好意，王上。 果然有几分贵国先王之王者风范。30年前，外臣有幸和冉侯一起，在梁右见过先王。父王亦曾在寡人面前称赞武安君与冉侯乃大将之风啊！岂敢！ 武安君和蒙骜将军远道而来，自然是要在大梁多待些日子，估计也好陪你们游历一番大梁的美景，譬如梁右，武安君曾两度莅临，蒙骜将军也去过一次，此番何不来一个故地重游？此番我等的确是有一处居所想去。哦，何处？让无忌陪武安君前往。卓太子生前所住之居所。 我等想去祭拜一下。哦，自然是要去。武安君的行程，交给无忌便是。那就有劳公子了。啊，盛公子请。 公子请坐，丞相请坐。赵王意欲如何？不如直说。丞相大人，秦国不从上古撤兵，你我是无从谈起。嗯，奇怪，既然无从谈起，公子又来此作甚呢？嘿。 本公子可是贵国秦王诚邀前来呀！啊！若不是贵国赵王向我王求和，我王岂能应承？既然如此，丞相请讲。是贵国欲求和，本相愿听其详。 武安君，长平战前，伐韩野王，取韩石城，皆是武安君统帅，攻伐上党，对决长平起，秦军却阵前易帅，无忌不解。我秦国勇将猛士多如牛毛，我王也想锤炼打磨他们，外臣这才得以轻省些，来大梁探望魏王。 如魏王与无忌公子所知，我王应赵王相求，已于平原君在宜阳离宫会面和谈，天下安定，无战可往。我王怕武安君闲来无趣，故此番赴大梁问候魏王之事，才落到武安君头上。想必魏王还有很多国事要繁忙。 我等就不打扰了。武安君这便要走吗？我王的问候已经带到了，我等先行告退了。接下来就有劳公子了，告辞。
风吹青草，白露成霜。